只要我娶了夏言，并且和她生下一个孩子，你们就可以去父留子，彻底的把整个陆氏握在手里。这不是你们两个人一直以来打的如意小算盘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的转校生夏言同学。大家好，我叫夏言，来日方长，请多指教。 女儿，你一定要让静池爱上你，嫁给他，给他生个孩子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。好。不是的，阿生，我是爱你的，我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。小言，我说过，会给你一个毕生难忘的婚礼，怎样？这个婚礼。 够了吗？阿生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难道你不爱我吗？爱，戏演久了，真把自己带入进去了，我把他杀了！你别伤着他！我说吧，今天这场婚要改成葬，陆夫人，你也体会一下，你在意的人在你面前受伤害。 人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，感受一下，你头上随时悬着一把刀，但是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死了。陆静池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？你看不出来吗？我玩够了，掀桌了，不陪你们玩了。陆静池，别忘了，没有我，你坐不到陆氏集团的总裁位置。忘了。 爷爷临终前是怎么嘱托你的？他让你管好陆氏，他那么疼你，难道你想毁了他的心血吗？我之前就是顾虑太多，背负太多，但是我现在想通了，什么陆氏，什么责任，扯淡，累了，太累了。警察叔叔。 这儿有坏人！阿生，阿生，不要！阿生，陆静池，你涉及多年刑事犯谋杀案，并牵扯多项经济罪名，请配合我们调查。陆静池先生，请你放开手中的人质，否则我们也要对你进行依法处置。放心，警察叔叔，我不会背着你们人渣，把自己也拉上。行。 好，请入座吧。上来，上来。